小生，留了一滴留着自己来。听我的，我答应过阿瑶，好好保护你。谢谢。燕姬。 Thank you.
放进去，快走！住手！住手！向右去，快！快走！快走！上进去，别去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，死人，小手工，死人，出口，受伤，你这可是原谅我了。可不许抵赖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即使王延吉能到地下领导，我就想一定还有能通向外界的其他出路。还好我运气好，被寻找通道爬了出来。赵军，赵军。一定不能有事，你答应过我，要给我到白首的，要
他与我一起生儿育女，你还说过要将华县变成另一个家乡，你不能对我食言啊，昭君！昭君！哎呦，我在这儿。 若楚君有事，便置国本争夺，非同小可。你且全心全意去救下楚君。田硕若得知太子殿下并未中计，他定会烧了郭村谢妃、郭村的百姓为宜。所以你去救下太子殿下、郭村的百姓，我来保护。你可知此心有多凶险？再凶险也得去。 我既有心，神瑛太平年代，有心生育，慈爱康乐人家，那就没什么好怕的。自当按照自己的心意，好好活一回。子胜，我去帮你护住郭村的百姓。与日月星辰相比，你我皆是蝼蚁；与万千百姓。 与天下相比，你我的爱恨情仇根本不算是事。少商，你是这天底下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。你要去做什么，我不会拦你。 携手，一同上阵。
我们赢了。你明知我在郭仓遇险，为何还来的那般迟？是你让我相信你的。那也太相信了些。就真的不怕我出事吗？当然怕。不过我早已想好，若你出事，我绝不躲。你别胡说了，我逗你玩的。你能信任我，让我与你一起并肩分担，我已是很知足了。哪怕有一日我真的出事了，我也想你能好好活着，比之前活得更加精彩。吉祥之兆。倘若沈岸还活着，他一定会替子胜和少商感到高兴的。如今他们俩终于又重新的在一起了。或许啊，是沈岸在天有力，默默的庇佑他们吧。已故的人真的会变成星星吗？过去我也常像现在这样仰望星河，我会想我的父母兄妹，
是否也化作了星星，看着我。后来我发现，他们是会回应的。如何回应？你跟他们说话，他们若听见了，星星便会闪烁。你可以试试。皇后，我是少商，你可有听见？那个星星真的闪了一下。皇后，阿父，阿母，我找到共度一生的那个人了。看见了吗？他们都看见了。皇后之前就盼着我们能够重归于好，此刻她定是在替我们开心。将它缠在手腕上多年，每每看到，我总觉得心里有一处还是热的，有一句话早该对你说了。子胜，你知情知性，心如赤子，是这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二老。我能遇上你，三生有幸。少商，你至纯至善，心坚如松，是这天底下最好最好的女娘。能遇见你，我亦三生有幸。
啊，霍将军，霍不疑，我可把女儿交给你了啊！你若对不起我家袅袅，我们程家全家抄家伙，伤你的将军府，为袅袅讨公道。 老身知道我是一个有福分的人。你看，我儿大郎娶了多好的心腹，我儿媳又获战功了。可不止这些呀，我刚看了三公子的传信，二公子和夫人也立了战功。哎，还有霍将军，听说四娘子和霍将军在华县要成亲了，是成亲。 不是定亲，嗯，哎，这回我的聘礼可就跑不了了，跑不了了。嗯，我倒要看看谁胆敢搅黄我乖孙女的亲事。谁允许他们在华县成亲的？ 陈娘子的父母都在华县，给他们做主办下婚事，有何不可？陛下，陛下为子生的终身大事筹了这么些年，今天总算落地了，得高兴啊！子生成亲，朕怎么可能不在呢？在华县成亲，这算什么道理？不作数！朕绝对不能答应。快让他们两个赶紧回来，在都城，重新办一次。 陛下，你这可过分了！过分吗？是他们过分呐！朕这么多年，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吗？这天来了，朕不在，朕不在，朕不在，那这一天就不作数。朕是谁？朕是天子啊！天下的事，朕都说了算，更何况……关门！你关了门也不算。 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们在笑什么呢？我刚夜观天象，帮你卜了一卦，你好像确实没有。闭嘴！今夜的星空可真美啊！